带朋友，这个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人生啊难得得到一个知己。那么妈吉好朋友呢，今天要来收听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呢，能够在台湾活下来，除了靠政府，除了靠政府的德政、丈夫的关爱、婆婆的疼惜之外呢，啊，还要靠朋友的支持。OK， 好，那如果前面三个都没有。其实也还能活 ，OK。但如果没有朋友的支持，恐怕很难活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请我们三位来宾来猜猜看哈。人家讲龙交龙，凤交凤，什么人配什么朋友，好不好？哈。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大考验就是，我们请他们出来。那你来看，来配一下，好不好？指定他们要坐哪里，好不好？哈。我们请第一位出来，好吗 ？Lisa。你的朋友有什么特色？有什么习性？哎，我这个朋友呢，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怪癖，就是他专门喜欢收集人家喝过的茶包，恶心。隔壁桌的他也想拿，然后我舔过了，他也要。OK， 好，你也很奇怪，你舔茶包干什么？不要让他泡，不要让他收集呐，那是金娜的给他啦，金娜不喜欢花钱啊。Gina 最小气，谁配给谁 ？Gina 是不是？好 ，Gina 去 ，OK，Gina 的朋友，坐过去，坐过去，坐 Gina 旁边。再来一位 ，Hello， 你好，这位是我们的 Joanne，OK。你的朋友有什么特性？他很夸张，他叫我用熨斗帮他烫头发。头发，花耶，我要不要试？花耶，花耶。熨斗烫头发 ，OK？ 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吗？他表示他就是对呀、啊。你觉得是配给谁？配一下来。有人就是消费者，一定不是先主要的朋友。对，你头发对对对。哎，并没有拉住。海盐，海盐呀。那个海盐头发不是消不卷呐？对，那会不会又是吉他的朋友？坐在金娜旁边，金娜她好，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是我们的 Happy， 你好，朋友有什么特性？他很奇怪，他的头发设计师没有人要帮他剪，所以他的发型是我剪的。哦，谁？金娜。兰姐的意思是你人长得没有问题，头发有问题。那其他几个都还正常吗？哎喂，有没有变得回家了？好，第四位是 Lucy， OK， 好 ，Lucy， 你的朋友有什么特性？其实他不是我朋友，我也不是他朋友，我只是他的仆人，他是我的主人。记得。Sandra， 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而且他很怕蟑螂。OK， 他的声音很大。为什么他是主人，你是仆人？因为他的眼神很锐利，很利，很有魅力。Sandra 旁边去 ，OK， 好。不是，而且 Sandra 把他朋友训练成真的像女佣，他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站，对。主人，让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主人不要生气，他已经变这样了。喂，你不要被人家告上，那就没配音了。你们功课还没有完，因为一个配一个的，你们把三个都配给你，要不要再重配一下？我们海盐跟那个没有，我们两个配一对。海盐，坐回去，坐回去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海盐，你还是赶快回座位吧。经过大家胡搞瞎搞的乱赔一通之后，我看啊，四位好朋友，你们还是赶紧自动归位吧。海盐，你用茶包敷脸哦。那个茶包就是喝过泡过的茶包，你哪边有水肿，敷了就可以变消肿。晚上敷澡就是敷个半个小时左右拿起来，你没看有差吗？敷过跟没差，差很大。对啊，做功课。哦，但是对我太难了，我恐怕要一斤的茶叶。不是，我下次买大包。我们都是用自己喝过的嘛，留着。对啊，没有啦，亲戚朋友的啦，就是也没有。哎、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喝茶，我失眠，然后我喝茶叶、喝咖啡都不行。哦，所以他必须对，所以我就是拿别人的。对，我以为要有别人的口水才有用。没有啦，加上有那个眉。那俊娜，你这个发型真的是 Happy 帮你剪的？不是，一切。是我常常去美容院，然后我要前面就 U 这样的，然后。
后就比较好笑的，然后美容院的设计师说那样不行，那个真的看起来奇怪，就是我说我要那样，可是就是一个人都不会帮我。不是啊，他很奇怪，他一样可以赚钱啊，他只要告诉你，你去外面不要跟别人说是在我们这边剪的就好了。但是你要从他的门出去啊，人家就看到了。我说你这个头发是 Happy 帮你剪的？以前的，对，以前的，以前你长怎样？以前的照片是那个。这个他刚剪完头发的时候，哦，刚刚帮你剪完，他以前是长头发，对，以前是。你有长头发的照片吗？长头发是，这个是我，白搭。这个是我，所以制作单位请你准备一张你长头发的照片。对对对，这个。然后你提供的是这张。对对对。我的妈呀！看着这个黑头，如果要骗观众说是贞子再度出没，我看大家也会相信啊。还是来看看正面好啦。你为什么要剪成那样子？因为好笑，那个看起来好笑。你为什么要好笑？就看起来就有一点就是好笑的，我喜欢比较搞笑一点。对哦，不 ，Happy， 你这个还比较简单，剪一剪，反正好笑他也喜欢，对不对？对。Joanne， 你要拿熨斗烫他的头哦？对啊，夸张，我也觉得很夸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晚了要去 pub 嘛，那他就说我要直头发，我才要去。嗯。那吹半天呢、啊？我们又不是美发师啊，吹半天吹不直啊。嗯。他就说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用熨斗。我说不要吧，你自己用，我没办法哎、欸。他说真的可以，嗯，好吧，哦，好，真的就能给他拿。你怎么烫？怎么烫啊？怎么烫？烫板上啊，板那个烫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就真的、啊，对，那个很长哎、欸，然后我怕烧焦这样子。没有。那个制作单位送他一个离子夹可以吗？不知道离子夹什么，因为啊、我的头发很卷的，如果要弄直的，要差不多两个三个小时，很久，这个很最快，这个是我们的 Bylos 的想法。真的直哎，真的很直，真的很直哦。那有没有烫到耳朵？发直没有，都 OK， 做得很好。哦，做得很好，他是发直应该很恐怖哦。那会，你有被 Sandra 眼神吓过吗？有啊，有时候就周末去他们家，然后反正周末嘛，隔天又不用上课上班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放轻松一点，有我们在伸爪下不会欺负你，可以轻松。等一下你还要告我，我觉得今天是来断绝友谊关系。到底在伸爪女王的威胁下，仆人 Lucy 敢说伸爪私下的恶行吗？到底伸爪女王有多凶呢？你第一天看到他的感觉是什么？他很凶啊！你过去。他们都说他们比较喜欢我。大家可以自聊。君娜做鬼脸 ，Lucy 无辜被连累。他们做足了，先走，先走。看到没有？这才是朋友。Lucy 看到没有？小孩子其实很严格，那就是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情。那有的时候可能十点九点多十点的时候，他就叫他小朋友去洗澡啊，要准备上床睡觉。可是因为周末 have fun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他就一个眼神闪过去，我本来是想要帮小朋友求情的，结果一个眼神上闪过来，我就啊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熟了，今天熟了，那还好了，那还好了。他没有规定你九点多、十点多就要睡觉，没有那么严重、啊。你们的烤肉要不要讲一下？我们今天讲的绝对没有病哦。我们有一次好久，这个真的是好几年以前，我们有一群的朋友嘛，以前的同事，对，去我们家里烤肉。然后他们讲好晚上要去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是要负责整个胸部的过程，是我们要准备。嗯，然后好，我们肉都买好了，鸡肉啊、猪肉、牛肉都就好了。然后到下午去我家里，然后我们要整理那些东西。嗯、然后我们外国人的肉，我们不是你们这边一片烤一片再加那个酱、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先腌好了，那个味道才会比较好吃。嗯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在那边腌，要加好多东西啊，盐巴、味精、嗯，还有加那个什么酱油。米酒啊，酱油那一瓶是黑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加这边，加那边，加那边，
哎，讲有没有？可是为什么里面有一个黑黑的东西？我把肉都腌完了哦，鸡都煮了，肉都腌完了，发现酱油都用完了。哎，酱油那一个黑黑的，是他真的说，哎，剩的这个瓶子有这么一个东西拧下来，可里面一个很大的蟑螂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如果去他家吃东西，我都会问这道菜是不是有酱油啊？不是，可是那一天就是背着。你想在一个只能吃的里面，又不知道吃多久。那个时候很少煮饭，对，那你拿一个肉都腌好 腌好了。我们就想过，现在就是二选一，你要把那条肉重新洗。可是已经那么油油的，这样子你要怎么洗？嗯，啊，你丢掉了，好可惜，去买的那么多钱。我们就想过好了，你不讲的，我也不讲的，就算了。然后我们来对面一个人就在那边，哎呀，你们这个肉怎么腌的？很好吃的。你们都没腌啊，你们。他为什么你们两个到后来都不吃？我们一周一个下午在这边弄的弄的嘛，落雪才啃的就不敢动。这么咸都吃完哎、欸，哎呀，全部吃完了、哦，全部吃完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观众朋友以后烤肉要好吃一点，你就知道了。还是要昆虫朋友帮忙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，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情况？听说 Christina， 你第一次见面是跟 Joanne 吵架。对啊。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吵架，因为我们两个有小朋友，我的小孩子比他的小孩子大一个月，所以差不多一样的。我们白俄罗斯人如果去外面，我们每次带玩具，因为我们的外国人的想法，小朋友看到别的小朋友或可以交换玩具，一起对一起玩玩具，我们是带玩具。他去外面没有带玩具，我的小孩子外面玩，他的小孩子看到菲利普玩玩具，可以抢他菲利普的玩具，小孩子哭，菲利普哭，他的小孩子很凶啊，我有给他抢，当然要凶啊，对啊，所以呢，我想这个台湾的妈妈很奇怪呢，为什么没有带玩具？跟他讲，小姐，你下次去外面，你要带玩具，小孩子可以去玩，没有小孩哭就 OK 了。可是我今天是出去散步，要很轻松，怎么会带一堆里里扣扣的东西呢？而且你儿子不带玩具，我儿子也不会去抢。每次带玩具出来干嘛？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第一次认识。可是。时间短的时间一点，小孩子变好朋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变好朋友。你看，妈妈吵架啥样？对啊，然后都是一起去玩，一直很快，两个人很快乐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也只有一个小孩是吗？对，只有一个。哦，对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他的。所以呢，那小朋友好玩就说是妈妈就容忍他的。对啊，就是容忍他来说对。被你拐了美人姐。所以九月你一开始也不太能适应对不对，怎么有人那么小气。奇怪，对啊，一起玩嘛，不然一个人玩也无聊啊。那后来变好了以后，你们出去玩的时候，你的小朋友会不会带玩具？对啊，然后还是继续玩人家的玩具。会抢啊，因为对别人的比较好玩啊。哦，然后你带小朋友去逛街的时候，妈妈我要买这个，不用 Christina 他们家有。抢过来就好了。以后我们真的变好朋友，然后他的小孩非常喜欢我。对啊，好嫉妒，奇怪。出去玩都是菲利普妈妈，菲利普妈妈都不是叫菲利普，都是叫他，也不叫我，也不是叫我妈妈。为什么他这么喜欢你？哎呦，通常会跟他很会扮鬼脸。哦，扮鬼脸。对啊，我儿子每次都两个人都超好玩的，觉得没有那么好笑，可他们两个笑得好开心哦，我也觉得很好笑，笑久了，真的超好笑。你扮个鬼脸，看我会不会笑啊？不是这种，那种哦，就是每次你跟小孩子玩就会那，不是，因为他的小孩子就是有点，他喜欢魔鬼的脸，魔鬼的脸，所以我非常弄这个事，我的脸就是他想很好笑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他的小孩想很好笑，王建民你没有笑，你没有笑，你怎么不是小孩？九燕的小孩应该很好哄，很好玩，很好哄，所以你们是因为小孩，所以变成好朋友。对对对，因为小孩。OK， 那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呢 ？Sandra， 同一个学校上班了。哦，我们是同一个学校。几年了？你们在一起几年？不是在一起，认识几年呀？大概11年，这么久了，11年。OK， 对对。你第一天看到他的感觉是什么？
他很凶啊！你过去，好害怕！讲话要小心一点，讲话要小心。你们也是因为小朋友的关系吗？哎，其实没有，就是说同一个学校上班了嘛。我们在同一个班级，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的越来越近。然后我离开那边去另外一个学校。他也是同一个时间离开。他离开那个学校，不是因为你打电话恐吓他哈？有一点，可是，那你们出去都是他决定做什么吗？你都是配合？对，就是他只要一个眼神，譬如说我们如果出去啊，如果说讨论说要吃什么东西，他只要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好，我马上要换。来来来，你现在讲模拟一下，来，今天 Lucy 你要吃什么 ？Sandra， 哎，我们今天去吃牛肉面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好好，吃牛排啊！好，你要吃牛排，好可怕！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可怕，这个就是一种到上去的卤面，又这些卤面一堆堆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心情，可是你这个牛排哦，去那边吃这个牛排，这个沙拉也好了。所以他一没有表情，你马上就换主题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就是我已经很了解他心里面要想什么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他还不是没表情，他听没表情，可他眼睛一定要过去，他是这样没表情，然后这样。然后马上好你的牛排，哎，这样子什么是叫好朋友好了？朋友就是这样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那 Gina 你怎么认识 Happy 的？第一次我来台湾的时候，老公怕我没有朋友嘛，哦，然后老公就带他的同事。公司的同事就带来，啊 ，Happy 是老公公司的同事，对对对对，不然当女朋友还得了？You never know， Happy 讲出来。其实，在她还没来台湾之前，我就已经看过她照片，因为她老公说，哎，我未来会有一个韩国的老婆，然后就有点预约朋友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我老婆嫁过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怕她没有朋友，可以当她的朋友，我就哦。那我看一下照片，哦，很可爱，那我也想当他的好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后来第一次去就觉得，哎，真的哎，就很好相处，然后很大拉拉的招待啊。因为他是我那天他第一次来我的家的时候，我住那个泡菜饭，泡菜炒饭，对，然后就是哦，然后我就是给每一个人就是盛饭，是不是盛饭给他给老公，然后我要给他的时候，他就那个。拿那果子吧，是果子就拿起来，然后就用吃这样，哎，不用不用不用放那个，因为那个洗碗很麻烦哦，就不用了。然后他就吃这样，我觉得好酷好酷，怎么会这种的？不酷啊，不酷，很酷，对，所以哦，超酷的，因为想说不用洗碗没关系，就刚好差不多啦，就把他第一天就想要让他吓到，说不要找他做好朋友那样子。应该不是，这是他的本性，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资料。非常大的人，反正 Gina 就觉得 Happy 很酷，对不对？很纯真哈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好卡通化，哈哈哈哈哈。好像姐妹哦，好像姐妹。然后哦，他很会就过鬼脸，这个是他在电视台得奖的，哦，得奖，得奖鬼脸，做鬼脸得奖。我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。拍我的鬼脸，然后我只要看到相机，我就会不自觉想做鬼脸，然后就有一次去泰国玩，然后我为什么手会折这样？因为旁边有一个外国的帅哥，我想说，哎，要丢台湾的脸，对，做鬼脸的时候遮着好了。哦，听说你们有鬼脸五连拍啊？一起做啦，对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哇，真的是好朋友，真的做足了那个表情。先生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朋友。看到没有？没有，现在跟人家什么一样？你们这个是一个女皇，一个悲女啊，哪有？他们也可以做，但是画面是反的。你就一直叫我的名字。假设我是 Lucy， 你是 Sandra， 好来，你就骂我，你就叫我名字，你不做，你不做，你在命令我这样叫 Lucy。好 ，Lucy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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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应该是这样吧。而且Sandra应该是很严格的人哦。对，重复第二个跟第三个重复了。可以，他对小朋友真的很严格。有没有很多小朋友跟你说Sandra老师好凶？他们都说他们比较喜欢我。
他要这一辈子了。那就是真的凶了，他们连说他凶都不敢，宁愿说他只喜欢他如此一次。那问一下 Happy 啊，那你用锅子吃饭，那 Gina 呢？ Gina 她其实她也很会吃，然后她那天就是也是她也是拿一个碗公，然后就这样子吃，然后我说很豪迈，看起来白白干干净净的，很淑女的样子，不过很豪迈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哦，韩国人女生结了婚就是这样吃，就这样吃嘛。然后还没结婚之前都是这样子哦，就死为了就放弃了就对了。那 Lisa 跟海妍怎么认识？是我嫁过来以后第一次有一个很大型的家族聚会，就是扫墓。我刚过来，大家去扫墓嘛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墓园跟这边不太一样，这边我们都是穿得干干净净，跟香港一样都是那样子去扫墓，干净的一块碑一个碑这样走进去。可是台湾完全不一样，是爬山的，然后地是很脏，都是泥，都是草，你要去割。对。那我就穿得很淑女，然后穿娃娃鞋。结果我一出去到墓园，我看到大家都是手套，然后靴、雨鞋，然后我就。爬上去，爬到一半就跌倒，然后我就看到他超糗的，就是狗吃屎，然后他就在后面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礼貌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讲，你都不认得。后来他刚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看他都觉得是一个冰山美人哦，然后高不可攀的感觉。然后就在那一次家族扫墓的时候，他出了糗，跌了那个跤之后，大家都觉得他其实蛮有亲和力的。对对对，哦，冰山融化了，因为他就卸下他的面具。哦所以你们是亲戚？亲戚，哎，不用说，不用叫辈分了，就是好朋友。婶婶就是婶婶啊，婶婶啊，婶婶啊。我们就是每一次去餐厅吃饭，就有好多帅哥，就是故意这样的瞄个打招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蠢蠢欲动，要看，是看我的，是看我的。然后他就故意喊大声说：“婶婶，赶快吃，我们要回家，晚上要接小朋友回家了啊，赶紧赶快吃！”就拼命的喊大声，就是当那些人面讲我是他婶婶。就完全没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也知道，他也知道我的机会，他也知道叔叔老了，再也不可能再找到像我这样的。哦，哎，那我们看另外一个，那个社区大楼有拍下来，你们两个裸泳，对不对 ？Christina 裸泳曾经被发现，被在社区的游泳池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那天会裸泳？因为那时间有点晚了，嗯，然后大概就剩我们两个人了，嗯，那我们想说游一游就要回去了，嗯，那他就跟我建议说裸泳蛮舒服的哦，我在国外有游过，嗯，真的吗？ OK， 没人，好啊，来试试看，嗯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然后你们俩就我们试试看一点点，真的蛮舒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我把电给起来了，老公去外面买早餐回来说，哎，你知道了。在电梯里面有一个贴一个公告，公告就是他们写的：“亲爱的主人，游泳的时候要穿衣服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可能这样子？昨天应该是谁会做这样子？这个是应该是开玩笑，怎么弄有这样的神经病的人？”一直听，一直这样子，我说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？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你们就做过一次？做过一次，外面很黑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谁看过，怎么可能？哦、啊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讲，二楼看得很清楚。对，而且人家可能不是故意的。我们是住同一个社区，二楼真的看得很清楚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好，是你吗？身材很好。哦。你应该不要贴通那个公告，每天都给看，不要威胁他们，说下次不找我，我就告诉人家。哎，那问一下 Lisa， 为什么你会看过他裸奔呢？哦，哇哦，前脚颠呢，老公家能不能欠家的事情？为什么带他来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几个好朋友到泰国去玩，打赌输的人就裸奔。他说了，奔跑像那个霹雳娇娃在海上那边奔跑，不是画面蛮美的吗？啊，然后我们就大冒险嘛，然后最后他输了，嗯，他就要去裸奔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
哎，规则是真的，没有小便。然后呢？后来呢？最后，因为他就死求活求的，因为他不想要丢脸吧。然后我们就放他一马，就说好吧，那你就穿那个比基尼去跑就好。重点我要抗议，他们拿了一件不适合我的 size 的比基尼。怎么会呢？合身啊，就知道他们就是这边是细的，然后那个比基尼很低，就露骨沟那种的。然后上面就是像小朋友的那个三角很小的一块。然后我就是不错了，还让你遮了，都是你光溜溜的。对呀，就是，然后，但是他穿上那比基尼，还花了蛮久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躲在房间里面偷电，这是我后来发现的。偷电，铁脚电，不知道在电到哪里，没有位置电呢。哦，太小了。是是是，所以边跑就砰掉一个，砰掉一个，砰掉一个。那你泰国人觉得多奇怪？哎，台湾观光客身上会带水饺呢。所以后来还是有跑。好，难得有了这个照片，我们看一下海盐裸奔的照片。君拿的下酒菜，没人敢吃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超级，他说加泡菜。美人姐姐，请你吃看一看。真的，真的好吃，真的。了解了，泡菜的大蒜味，他竟然有吃哎。你少来，没人。东北发音的韩文让君娜傻眼啦！三星大家叫超级大把手，爱心米达。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海燕那句，天哪，表情好可爱。但是他穿上那比基尼，还花了蛮久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躲在房间里面偷电。这是我后来发现的，偷电铁脚电，不知道能电到哪里，没有位置电呢。哦，太小了啊！是是是，所以边跑就砰掉一个，砰掉一个，砰掉一个。那你泰国人觉得多奇怪？哎，台湾观光客身上会带水饺呢。所以后来还是有跑。好，难得有了这个照片，我们看一下海盐裸奔的照片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带来。有拍吗？那个太夸张了，老公，我回去没办法交代。OK， 好。你们最爱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让去 shopping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哈 ，Christina 跟 Joanne 他们喜欢逛街，对不对？哈，喜欢 shopping。OK， 哈，那拉你就是老板娘了，好不好？看看这两个人 shopping 有什么特殊的方法。好，老幺老幺，新什么新衣服啊，小姐啊，哦，你这样漂亮瘦哦，哎呦，什么俺讲哦，来来来，冬天也很便宜呀，真的吗？便宜呀，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看这个衣服哦，你看，哎呦，穿起来多么几婀娜多姿的。啊哦，这一件哦很便宜，500块就好了。这个电视上500块怎么可能？我跟那边看到了这样子的300块呀，我不一样，我不能的。告诉你，这件虽然是500块，可是电视上我们这是山寨版，电视上没人穿过，真的。500块就好了，那边那样的300块，老板娘，你去那边买，你去那边买，你去那边买，我们都买了。老板娘是我要买的，你要买啊？要不要看看？决定啊！我喜欢这一件。哦，这件哦，这件400就好了。不，那个400就好了。490，400就好了。如果你有钱就买。哦，有钱就买，当然了。两位看起来都蛮像贵妇，说来来来来来，这一件哦，哎，很巧，我们都是卡比与美人的山寨版，这件衣服也穿作用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不会流行了。来来买买，400，真的吗？400，对不起，我不二价。400，你有多少？老板娘，我们3000，我来这一套。哇，哎呦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啦。老板娘，还要走了，没有钱，你看我们要坐公车回家。你这里还有很多零钱，我帮你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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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件卖你，全都拿来。所以他们，你们故意都身上只剩100、200样子的，因为其他钱。好，故意还打开钱包说：“你看，我没钱，我们只有这样的钱而已。”哇，可是他钱已经先大钞在里面，这是你们的乐趣吗？对对。所以你们出来逛街从来没有买过衣服。有啊，就是老板被凹到，便宜，要买很便宜。那你们用这样的方法常常成功吗？
大部分，大部分。今天播出之后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好朋友要找到这样的默契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哈，就唱双簧啊。哎、欸，我偶尔也跟我的朋友出去，想说唱一下双簧啊，买了这样那小鬼啊，然后就说怡美，你赚那么多，你跟人家撒假。什么朋友啊？所以难怪会变成好朋友，因为你们这个过程很有乐趣，对，真的，好会杀价，很会杀价，很好玩，而且他知道我大概多少钱我要买哦，熟了 ，OK，那你们两个呢 ？Happy 跟 Gina， 我是我自己，就是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然后不买，睡觉的时候再想起来的话，隔天再去就买东西，嗯、我不会冲动就买东西，我老公觉得很烦，就不想跟我一起逛街，对，很烦了。然后我带 Happy 那一天就是无风不啊，蛮大的，我们两点见面，然后到晚上9点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然后上班一样，然后连一件都没有买，可是他没有生气，好酷好酷，对啊，我觉得等一下，你逛了8个小时，一件都没有买，对，就一件，因为他等回天回去看梦境出现哪一件，对对对，单连白的对吗？对 ，Happy， 你不会很烦吗？不会，因为你叫 Happy， 对，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逛街常就是。就是只是好好聊天啊干嘛？就是一直好像没有在看旁边的东西，对，很快乐。去咖啡厅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在五分？就是很像欧巴桑这样子，有试穿什么都有。五分不没办法，对啊，就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就晚上回家，两个人洗完好久啊，对啊，然后他那天就带来有一个奇怪的下酒菜，然后他那天就来我家，我们就逛完，然后很无聊，不知道干嘛，就喝酒好了，喝酒，然后就觉得是下酒菜，空了，胃都空了，好像要配个东西吃，那家里刚好就吐司啊，还有泡菜，我说哎泡菜刚刚好，他韩国人，那就弄个泡菜三明治好了，所以我就用了泡菜，然后加面包还有 cheese。那其实要现烤的时候，那很好吃，超好吃的，真的，超奇怪，我真的超什么味道啊？超级，他说加泡菜，没人觉得，请你吃看看，真的，真的，那这是你现烤会更好吃啊？对，那其实是我放在上面，然后要焗烤，对，这样就很棒，对，烤过了，最近烤过了，烤过了。最恐怖的是 Happy 他一直用那个手术，很无辜的，很无辜的，很单纯的。吃一口，我不能咬了，我牙齿做了一个。不要跑，我真的很想试试看这么可怕的东西。它真的很好吃，我们等下不会跟你聊天了。泡菜的大蒜味，他现在要吃哎。你少来，不要敷衍我。你跟昆西娜一样会演戏哦。人家演的比你好，真的真的，他觉得超好吃，都不想吃。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奇怪，为什么台湾人喝酒这样？对，人家来跟我算这个，就是哇，你看台湾人都会只吃卤味啊，或者是小鱼干啊，但是哎，刚好有韩国的，对不对？融入我们台湾的文化，然后多好，他就点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就喝一下吧，吃看看，吃看看，真的。好的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吃，对，那请，然后让我帮你制作一个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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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蛮奇怪的，真的蛮奇怪的。你这个杯子好了，你好客气哦，你刚私下就跟我说真的蛮恐怖的，然后再配一个啤酒，对。很好吃的啊、哦，对，需要有啤酒，因为有啤酒就不会味道不会冲掉，冲掉。来来来，味道所以你是当吃药一样在吃 ，Happy。好吃吗？我觉得 Gina 在台湾真的很重视你这份友谊。真的，这样的东西他竟然愿意吃。海岩跟 Lisa 呢？你们可以看韩剧看到多夸张。我们夸张是可以好几天，就是都呕在一起，不洗澡，只是漱口，然后三餐都是叫外卖送过来，然后那个屋子就是外卖就放在那边，盒子都丢在那边堆满地，然后一天看几个小时？应该是一天睡几个小时。一直看啊！一直看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看。一天睡3个小时。三个小时，然后起来就是呕在那边看，我们都会想说哎。
他会不会偷偷起来看，我们就还睡也睡不很实，我会偷偷的，就是怕他偷起来看看比我先看，我就会觉得哎我没有看到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他还有他还有语言天分，他看韩剧就看韩剧嘛，他有时候看得好的时候精彩的时候，他就会韩剧骂我，讲几句讲几句，讲讲皮下手成他死我的人，干嘛好后台哦。吴京嘛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抓狂，因为他是，记得他们讲的对吗？对，他们说发音很正确。吉娜，那你没有看到我讲的。然后那天我终于抓狂，我就他讲的前面我没有看嘛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偷看，那我听不懂怎么样，我就用了一句东北的韩国话骂他，结果他就说是哪一句我忘记了，是哪一句我忘记了，你听得我讲。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三星大家叫超一大把手，爱心米大。你不是我的，海燕那句是什么意思？天哪，表情好可爱。跟你讲，这就是韩国人听不懂，中国人听不明白。三斤大辣椒就是大青椒，炒一大马勺。炒一大马勺就是厨师用那个锅子，然后爱心米大。那意思是什么？爱心不打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没有意思啊，念起来像韩文，念起来像韩文，因为他一直这样念我，念到我俩狗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气头上，我就讲我又念不过他，他很有语言天分，结果我念完这一句以后，他说。是哪一集我忘记看？是哪一集我忘记看？那我念一句日文，你听听看。好，那红高松熊江西吧。红高松熊江西吧。中文了。横膈膜以上胸腔是吧？我以前也讲英文啊，钢盆碗就钢盆碗碟，钢盆碗碟 Nuxon， 丁森丁森是钢，丁圈丁圈是碟。最深的是钢，最浅的是碟。钢盆碗碟哪个深？钢盆碗碟 Nuxon， 丁森丁森是钢，丁圈丁是碟。然后我们大概过了20几天，终于受不了了，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很臭。然后我好久没洗澡，20几天嘛，对，然后才突然间有一天清醒，就觉得哦，应该去清理一下门面的。然后我就对那个很恐怖，你20几天连那里都不洗吗？哎，你先生都不会抗议啊？那个本来没有没有，我刚刚那有多恐怖？那个20几天表示他本来是这样子看一韩剧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要看出来，你知道有那个小朋友用的、那个。没人接。有那个啊，小朋友用的湿巾可以擦、啊，贴在海鲜。好可怕，还加点湿巾这样擦。OK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？因为我要一定要带着他，不然他会偷看。我说我们一起，我带你去洗澡，我带他去澡堂洗澡。结果他就哪家澡堂这么倒霉啊？哎，这样才有赚到啊！到底20几天没洗澡的两人会在澡堂发生什么爆笑糗事呢？路人看到Gina的反应竟然是，就看到我的。就一直这样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互相看呢，他就走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真的就是伸爪在路上看到的。打奶推奶，傻傻分不清楚。他也是搓搓搓完说，小姐要不要打奶？打了会痛吗？还是会大？会大我就打。被我这样架去给他拖，搓搓搓搓搓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哎，几天没洗澡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昨天也有洗啊。”说：“哦，是啊。”结果洗完他就是站起来，结果那个整个那白色的床单上都是黑黑的，黑黑的，就是那个比较鲜鲜。对，然后就是他就很丢脸。我说：“没关系啊，顺便给他美白一下，再推个奶吧。”然后就给他就是让他推个奶，就是牛奶。这个说法还好，我朋友到东北的时候，那家的说法不一样，他也是搓搓搓完说，小姐要不要打奶？打了会痛吗？还是会大？会大我就打。他就是打肥皂的意思，只是他用的是牛奶。我问一下 ，Happy， 听说你知道 Gina 的不舒服、不高兴的地方，就常聊一些生活，然后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生活状况。嗯，就讲说，哎，那你现在在路上会不会有路人认出你？你是小明星哎。然后他讲说，哦，对啊，会，他们都这样。哎，
嗯，就走掉了。然后吉娜就跟我讲说，很奇怪啊，都不跟他有头有尾的认，不然一般人都怎样，因为就一般人就看到我的。就一直这样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不想看啊，他就揪我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真的那是 Sandra 在路上看到的，就看着，然后没有说没有，我知道你，我是或者是我，你是谁，都没有人认出你来吗？都是这样子，就没有说就看着，就。如果他说的话，我会说哦，你好，这样。可是他已经做好准备说啊，对对对，谢谢你，我喜欢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下次你就自己讲啊。对啊，他说啊，我是吉娜，可是不知道。我是吉娜，我知道你记不住我的名字，我是吉娜。你这样讲那么严重，下次人家看到你会叫你吉娜。可是不知道他，因为我知道我看电视，所以知道我，所以。瞪着我，或者是他不是觉得我怪怪的，是他分不清楚了。对啊。那可惜呢，你有被这样看吗？还是叫出你的名字？没有，每个人记得我的名字。真的，每个人非常会喜欢讲话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想，因为我的名字很长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呢，他们可是他们记得我的名字。他最伟大的地方是看妇产科。脚一打开，医生就说你白俄罗斯来的，害他紧张的要死。那里有血吗？原来妇产科医生有看电视，可是他在那个节骨眼问，太奇怪了吧？好紧张，他想说这里有，台湾女人哪里？哎呀！女王在抓，又抓狂了。本来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的 ，Lucy， 我真的想吐，改天再打给你了，都挂电话了，真的是，他一直讲哎，小孩可不可爱，生得多大多胖，你会很痛，你会不会饿？我等下去找你，要不要买东西给你吃？讲的，这个很关心你，完全是服务人的，对，要服务人的。Sandra 生产的时候，听说觉得你很吵，到底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情？这个应该是我讲的才对吧？他做了什么事？不是啊，然后我要打乌冬粉面，乌冬粉面就好舒服，不会痛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天不小心我打的太多，我要按一次，我老公按一次，那个护士不知道，又再按一次，所以 OK， 我生的小孩的时候我很嗨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很嗨，是真的是很嗨，可是我生的以后。就开始去吐，一袋多了嘛，医生一直在旁边说啊，糟了，他为什么一直吐？大家都很紧张，还没有去饭店哟，看看新的拿不到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哦，乌冬方面一个袋子才准备就哦，这个打电话来，我老公很可爱，他开始跟他说新的新的，可是他现在不舒服了，我老公没有，哎 ，Lucy 要找你，啊，我在那边 ，Lucy 新的嘛，新的，啊，你现在还好了？不好，哎，小孩可不可爱？不可爱，好丑。我以为我没有生过小孩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无痛分娩应该是真的不会痛。对，然后我想说他可以接电话，应该就是没事 OK。那你打完一通电话就好了。没有一直讲耶，他一直问啊，一直问啊，一直问。后来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，Lucy。我真的想吐，改天再打给你了，就挂电话了。真的是，他一直讲哎，小孩可不可爱，生得多大多脏，你会不会很痛，你会不会饿？我等下去找你，要不要买东西给你吃？讲的，这个很关心你，完全是服务人的，对，要服务人的。OK， 你有好朋友吗？那么也希望你好好珍惜你的友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快来订阅我！点开小铃铛，按上面，按上面。